大家好，我是小杨哥哈，咱接着逛股市啊，来看看狗狗去。咱来到这边啊，来看看这边的狗狗，好多德牧啊，这是啥狗？是夏斯吗？也不像夏斯。这边有杜宾、中亚，这边还有恶霸犬，恶霸犬太丑了，还有个马犬。我问问价格啊，这谁的？你的吧？这是啥狗？咋长得那么嘴巴咋显得尖呀？品相差点是吧？啥价？啊？千把块钱，听到了吗？千把块钱，千把块钱一千几啊？一千左右，听到了不？一千左右这样的恶霸。这个骂犬呢？骂犬啥价？啊？400。400？哎呦，这骂犬400。你打疫苗了吧？两针疫苗了。是吧，师傅？两针疫苗了。真的吗？还不真的，我这有疫苗记录。有疫苗记录呗？听到了不？还有疫苗记录呢。你的灯牧啥价？明特伟4连2连是吧？那个贝利啥狗？广西土利啊，那啥价？700。那德牧呢？德牧8张。哟，你这狗怪便宜了。你是外地来的吧？你是哪的？徐州那边的，大庙那边的。哟，这个狗便宜啊，这样的德牧要800。还能少不？啊？不少了，最底了。哎呦，你说，再少点我那两个行吗？啊，少能少呗？看这德牧，你过来呀，老板，过来呀，给我看看狗。有几个公几个母？3公2母现在还是？3公2母，卖一个母了。这光一土里是猎犬是吧？700块钱，这几个月了？三个月了，3个多月了。疫苗做齐了？这德牧做几针疫苗？2针。德牧做了2针疫苗。这德牧是赛系的啊，你还没给他拔耳朵？垂赛结合的。垂赛结合的哈，垂赛结合的。这个杜宾几个月了？效果6个月。这个啥价？15张，怪便宜呢哈，这他家的狗便宜，不像其他的。这都你自己家养的吧？都是自己养的，都是自己养的，听到了吧？这中亚呢？哦，咋回事？这狗凶一点哦，中亚凶一点。这德牧最低都800呗呀，最低都800了啊、哦，不还价了，疫苗打过2针了。耳朵没绑，这是垂和赛结合的哈，这叫恶霸，1000左右哈。有没有喜欢的？喜欢的可以给我评论区留言啊，我统一回复。今天先到这里吧，先把这个价格了解一下啊。他家的狗挺便宜的，我留个电话号码，需要的话我给他联系，他在我们徐州市里那边。行，先关注一下。